是大陆的刘璇做地板的这项竞赛。刘璇呢，他基本上弹性是蛮好的，做一个1080度的旋转，马上接一个跳跃动作，快速后空翻接一个直体后空翻转900度，有0.2的加分。下方分腿跳转1/4，然后再做一个分腿跳。直体后空翻两周，马上接一个Suzunova，是技巧跟体操的理解，有0.1的CC加分。直体前空翻转540，接一个躯体的前空翻，是CA直接。不过他心里有数，9.825分，是蛮高分的。那么到目前他的分数还是最高的，笑逐颜开。